宋茜，她是下一站，她是下一站是幸福中的贺繁星，也是舞台上的动感精灵。从歌手到演员，每个角色都能够完美胜任。期待在未来的演艺之路上，宋茜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今天也是一身红色的长裙，非常的美丽。惊艳，对。欢迎宋茜，宋茜也是我们国剧盛典安徽卫视的老朋友。右边宋茜，这边右边，右边，右边是茜。对。今天我们的石英老师喊的最多的三句话：左边、右边和中间。这边。对。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宋茜可以拍的美美的。邀请宋茜来到我们的身边，欢迎宋茜，欢迎安徽卫视的老朋友，欢迎宋茜，欢迎欢迎。首先还有请宋茜给我们安徽卫视的观众们问个好。包